大家来找场由地球公民基金会与 G0V 社群联合开发，是一款判断农地违章问题的趣味小游戏。透过空拍画面对比前后地貌的差异，让玩家合力抓出全台各地的农地违章建筑。我们的游戏就是分大家只要回答两题，同一个点，然后去大家去辨识说它2017年的时候是农地还是建筑，2020年的时候它如果是农地的话，它有没有新增，还是它维持原状？如果它本来有建筑的话，它有没有扩建？然后等于是2×2 的一个选择。游戏一次5道题目，1分钟即可完成图资辨认，再加上结合大众的力量，简化了原先的复杂流程。大概1分钟内，其实你要辨认，如果你是个很小心的人，可能玩到5分钟。但我看过一些，对，我有测试过一些人这样，但大部分人通常1-2分钟内就可以玩完问题，然后就可以帮助到这个资料的辨识。大家来找场游戏共6000道题目，上线至今1个多月的时间，已有1000多家新增工厂被辨识出，大幅增加执行的效率。接下来就由他们运用这些图资，将违章工厂向政府进行举报。